国防部庆祝建国一百年黄埔精神荣耀传承音乐会。
杨蒙恩，将军纷纷去东川，放出此谋三千众，你我攻打定军山。恼恨那军人真人，坚持先他倒我身，不过这下后院，我来了辽南高山县，大小二郎听爷爷到处挑公堂前，国国奋勇要当先，当前起码的功劳先，唯有人头挂高杆，打狗一阵吹天战。Thank you.
谢谢魏老师所带来的精彩桥段。